感谢神透过年会幸福家庭与辅导部服务教会及社区民众。本部有两大组别，那就是辅导组及家庭组。我们期盼这两大组的事工更加全面，建立在圣经之上。对年会幸福家庭与辅导部来说，辅导事工的目的是要支援生命的重塑。全沙目前有四间的卫理辅导中心，事物的幸福中心、古晋的恩典中心、美里的新选中心以及明都鲁的希望中心。那辅导中心提供辅导服务，也包括了面谈、电话以及信件。辅导员都是经过辅导的培训，有正式的文凭跟证书，同时也有督导给予指导以及督促。其中家庭组的事工的目的是防范胜于未然，透过家庭祭坛的建立及营会来达到目的。疫情带来祝福，强制让家庭聚在一起，我们也开始并推动了家庭祭坛。本部提供本色化适合各家庭使用的家庭祭坛材料，我们是免费转发使用。五月的家庭月也提供额外家庭礼拜、谈会、祷告会、代祷事项等等。不只是亡羊补牢，在面对困难时我们提供协助，在人生不同的阶段，我们也以课程、专题讲座、小组以及营会来装备以及教育，包括两性相处、亲密关系的建立、个人情绪的管理、婚前教育课程、婚姻课程、快乐夫妻工作坊、亲子课程、亲子营、爸爸小组、单亲聚会、忧郁症的资源小组、特殊资源小组等等。我们也提供培训课程，装备弟兄姐妹成为助人者。我们有与十五卫理神学院配搭的延伸课程，也就是家庭与辅导事工课程，以及线上的圣经辅导初阶课程。本部继续与东马嘉兴合作举办恩爱夫妇营，所以夫妻们可以报名参与哦。当然也继续有家庭及辅导相关的课程及讲座。建立合神心意的家庭是每一个信徒全家人齐心努力靠圣灵来建立。我们愿意提供帮助，也愿意陪伴你一起走。我们鼓励你勇敢踏出第一步，拨电话来与我们分享你的人生故事，总会有出路的。本部为你预备了宴席，只等你来领受，你愿意吗？Thank you.